来关心天气，闷热的天气还会持续到明天。中北部地区高温可以到34度，而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。中部以北在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，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接着我们来关心8月10号星期三的天气情况。